小青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看到你好我就安心很多了。去年的事情，我想当面跟你说声对不起。阿宽，你一定不知道吧？当年那个跟你在这里初次见面的小女孩，其实是我，不是小青。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实情，你一定没有办法接受，也一定不会相信吧？每周一到周四晚间10点，中视恋夏38°C。